舌头帮我吐出来。阿姨，你舌头不见了。呀，做一下鬼脸好不好？我们俏皮一下哈。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你的舌头有没有力气哈。嘴巴张开啊啊，不舒服吗？轻轻的就好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用汤匙好不好？嗯，这个啊啊啊！阿姨，吃东西嘴巴要张开。嘿呀、啊，哦，我就知道张得很开，再开一点，我看不到，我视力不好。啊，很好哇，阿姨不错哦。哦哟，很好，来、啊，这样才美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你舌头帮我吐出来好不好？那你舌头帮我舔这边。可不可以？舌头来这边。阿姨都是真牙齿吗？你看到的都是真的，假的都在家里。哇，阿姨牙齿不错呢。嗯，这很多颗哈，舌头比较没有办法左右动哈。那个老师都叫我要用那个去压它的，对哈，去压它的那个。主动好像比较难。阿姨，你吞个口水，口水很多哦，要吞口水好不好？对啊，吞口水，我看你演，你表演一下吞口水，用力吞，咕噜一下，咕噜一下。口水不够多吗？应该不少哦，可以吞，来，舌头动一下，这样。吞口水，舌头动一下，吞口水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哈，嗯，就是吃东西，以前吃东西嘴巴会张很大，嗯，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就比较没有那个。对，那个。养护所那个外籍看护很棒，帮我们换了东西，他还是不吃。我用力吞，好不好哈？大一点点了，舌头动一动，吞口水。他的手脚都有很大的进步，他现在可以做性方爱。嗯，以前不行，以前脚根本不能动，现在可以动。好像比较难吞，动作没有。我就不懂，说最近是什么状况。阿姨，我帮你压一下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嘿，舌头要动一动，嘿，舌头动一动，很好哦，舌头动一动。好，我们把口水吞一下，嘴巴闭起来，吞口水。没有东西啊，我们吞一下口水再来吃，好不好？哈，用力吞。用力！哎呦，有啦，对不对？真的差点流出来。他嘴唇可能力量不太够哦，我们可能之后要训练他嘴唇的力量。那我们要怎么帮他？嘴唇如果闭不起来的话，其实不好吞。哦。对。之后怎么帮他？我会教你一些口腔按摩的技巧，回去可以帮他做。好。宝宝，好不好？我看到奶奶会比较想讲台语，虽然我台语很烂。可是他是广东人呢。你是广东人哦、嗯，哇！我阿公也是广东人，可是我不会讲。你要不要教我？好吗？还是没办法，我资质可能不佳，可能没办法教会我哈、哦。我先看看，我们先这个是什么？他们帮我装的，今天他们吃的东西。看一下这个蛋糕，还是打开来看看。我们先试试看快灵宝，再来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我先确定这个吞的好不好？
多少水啊？我想说剩一点点就好，先试试看比较够一点，因为阿姨对水的那个敏感度比较不太够。嗯。先用稠一点的，因为听说木瓜还可以吃嘛。对对对。对啊，那想说用稠一点。嗯，它木瓜可以吃半个呢。哇、嗯，阿姨喜欢吃木瓜、哦。对，可是我给她吃香蕉就不行，奇怪，我不懂，为什么香蕉不行？她本来就不喜欢吃香蕉吗？没有啊，以前都吃香蕉吃得很好啊。真的，还是香蕉不够甜。不晓得、啊。阿姨，那份香蕉味道不够。西瓜也不行。西瓜也不行。那洛梨也不行。嗯。那只有。看看它的状况啊、嗯。阿姨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成功之后吃别的好不好哈？来啊，很好，嘴巴张开一点，不够开啊。拍夹哈，不好吃哈。有味道吗？有一点点吗？有那个白开水的味道。阿姨要吞哦。很好，哦，要吞了。启动比较慢一点。阿姨，回去我们来做运动好不好？好哦，哦哟，不错，你好配合哦。我们再吃一口来试好吃的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实在是拍夹，来，嘴巴张开啊，你再一口就好了哈啊，要张开一点啊，很好。对，咬一咬。咬一咬，用力吞，来，咬一咬，用力吞，嘴巴闭紧，咕噜一下，我常常喂它的时候，发现它到最后都是含在嘴巴，就当我去洗嘴巴的时候，有吞了，很好。阿姨现在可能喉部上台的力量，这边上台的力量不太够，嗯，哦，所以可能要再帮他练一下。我检查你的嘴巴了，好不好？糟糕，检查时间到了，嘴巴张开啊！